不要睡着哈、哦，我们花一点时间，赶快把你救出去。警消爬进列车及铁轨间小小的缝隙，要将卡在里面的妇人救出。年约50岁的苏姓妇人，今天早上7点多就在普悠马202车次进站时，她突然不明原因坠落轨道，在月台上的人看到都惊声尖叫。搬上运来，再做处理。一起搬来。幸好当时列车进站，车速减缓，撞击力道不大，妇人送医急救后无生命危险。路轨惊魂影响六列车，约2小时后行驶恢复正常。路轨意外原因还待警方厘清。突发中心宜兰报道。